逸柔，不要再喝了。你在训练场待了这么多天，臣妾每夜都独守空闺，甚是寂寞。今夜好不容易盼到你回来，岂容春宵良辰被糟蹋，你就不要再喝了。滚开！本太子没那心情。你个人喝闷酒，想必都是为了那个柳寒香吧？明明知道。 何必剜呢？柳寒香他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死心呢？他现在唯一陪在你身边的、唯一爱着你的，就只有臣妾我一个人呢。够了！寒香是寒香，你是你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代替不了他在本太子心中的地位。逸柔，逸柔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 为什么连你死了都还要跟本宫作对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！啊！有鬼！有鬼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那儿有鬼！怎么回事啊？那儿有鬼！我看到寒香姐姐的鬼魂了，寒香姐姐显灵了。 大晚上的，你们还不睡？这么大声嚷嚷干嘛呀？容姨，刚刚兰儿说她看到了寒香的鬼魂。方才我关门的时候，好像也看到了。寒香，她在哪儿啊？容姨，寒香，她是不是有什么冤情，所以死不瞑目啊？肯定是这样的，寒香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死了。 他一定心有不甘，所以才会阴魂不散的。容姨，难道你不害怕鬼魂吗？对，怕。为什么要怕？寒香生前是多么善良，他就算是死了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呀。不过，他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，是不是有什么冤情要告诉我们？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去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寒香。容姨。 你还是别让我们去了，对，让我们去见一个鬼魂，我们哪敢啊？对呀，那你们先去睡吧，我自己去。容姨，容姨，我陪你去。走。容姨，那是不是寒香啊？容姨，寒香，寒香，寒香。 寒香，寒香，寒香，容易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呀！寒香在哪儿啊？寒香，吵什么呀？都什么时辰了？大呼小叫的，让不让睡觉啊？就是啊，行动半夜的，吵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鬼啊！有鬼！这位小哥，你刚才说的鬼在哪儿啊？那鬼。 刚刚从窗户外飘了过去，吓死我了！海翔，海翔，我死的好冤呐！谁？哎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啊？没有啊，没听见，什么声音？过来看看。哎，怎么没有啊？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那时候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陷害你的，是太子妃，是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听他的话，他就要折磨我一辈子，所以我。
才迫不得已把雨衣藏在你的房间里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恨我，如果你要向我索命，这些我都认了，但是太子妃她才是真正的凶手啊。安香，我求求你出来让我见你一面好不好？哪怕是一面也好啊，就算你不愿意原谅我，我也想跟你道歉。臣胤仍给皇阿玛请安，快起来吧。谢皇阿玛。朕听托和齐说，这些日子你主动前往木兰围场训练士兵，且训练有素，朕感到十分的欣慰，辛苦你了。为皇阿玛分忧解劳是儿臣的应尽之责。皇阿玛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太子妃这么横冲直撞，成何体统？胤仍，看你慌慌张张的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皇阿玛，昨夜柳寒香的鬼魂向我讨命来了。我猜想，定是柳寒香和我揭穿他的阴谋，他一定是做鬼都不放过我。皇阿玛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你丢脸丢的还不够，敢在这儿妖言惑众？不是的，我真的看到柳寒香的鬼魂了。此事若是当真，怎么偏偏就你看到柳寒香的鬼魂，其他人没有？依本太子所见，是你自己做贼心虚。启禀皇上。微臣听巡逻士兵说，也看见寒香的鬼魂正在喊冤。起初微臣以为是那些士兵在胡说八道，可如今连太子妃娘娘都这么说了，或许真的是寒香的鬼魂在作祟。皇阿玛，现在有曹提督作证，证明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王爷，再过不久您就要随皇上远征噶尔丹，这回肯定又要立下大功，下官提前祝您凯旋而归。王爷，王爷身手不凡，肯定能在战场上建立功绩。不过在下官看来，这出征一事恐怕得严一严了。王大人，何出此言呢？今日一早我有事启奏皇上，却听说太子妃娘娘和夜巡士兵撞见了柳寒香的冤魂，宫内现在都传开了，皇上现在正头痛不已，还没想出应对之策呢。啊，真有这样的事情？是啊，这次皇上还出动了国师，就是不想把这事儿越闹越大，想尽早把柳寒香的冤魂给收了。阿玛，孩儿回来了。贝勒爷。贝勒爷。李大人，王大人。贝勒爷，您今儿的脸色可不太好啊。李大人，我刚刚才帮韩香下葬，所以。胎儿，你亲手送走韩香的？是。
妈妈，我一晚没睡，有些累了，想先行告退。那你去休息吧。是。李大人、王大人，告辞。贝勒爷，请便。 国师呢？走了，走了。那国师有没有把柳寒香的鬼魂驱走啊？国师去娘娘的寝宫看过之后，就叫珠儿把这道符纸给您。他还说了，娘娘寝宫一切安好，没有鬼魂，无需担忧。除非什么？快说呀！除非娘娘心中有愧，看见黑影就称鬼。你胡说什么？是国师说的。哼，没用的和尚，等本宫真的出了什么事情。 看皇上怎么责罚他。可是我昨天明明看见柳寒香的鬼魂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如果我现在不回寝宫的话，被国师知道了也不好。禀娘娘，那国师只是去寝宫四处看一下，什么都没有做呀。你懂什么？如果被皇上知道我没有回寝宫的话，那不就没法解释了吗？既然国师不做法， 那我们可以去找别人来做呀，像这种阴阳人鬼之事，民间也有不少，不如让奴婢去民间找一个道法高深的道长过来，我看你柳寒香的鬼魂有何能耐。好，这个主意不错，那本宫就准你出宫一趟，你尽快办好这事。是，诸位遵命。 老板，这符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不知道啊？这是从鬼谷道长那儿求来的。可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呢？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啊？ 昨天夜里有人瞧见柳寒香的鬼魂出来闹了，村里的人都到天宫道长那儿求符保平安呢。听说昨天夜里撞见鬼的人一贴了符，精神立马就好了。不过这柳寒香能化作厉鬼，那肯定十分冤屈啊。据说他这舌头有三尺多长呢，像个火蟒蛇似的。那老板，鬼谷道长会抓鬼吗？我去哪里才能找到他呢？ 谢谢道长，谢谢道长。哎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哎，道长，请问这驱鬼符到底贴哪儿啊？身上哪里疼痛就贴哪里，随身携带为上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慢走啊，谢谢。让开让开让开，到我了。哎，你是鬼谷道长？是啊。贫道正事，姑娘如果请符的话， 请到后面排队。是啊，排队呀！我有急事找你们，你们俩都跟我走。姑娘，我可不管你有什么急事啊，这后边这么多人，谁没有点急事啊？对，就是。让我们师徒跟你走，你也不看看，这后边这么多人等着我师傅赐福呢。去后边排队，别影响我师傅行宫啊！排队去，大胆！你们竟敢如此放肆！此乃宫中令牌，你们还不赶快给我下跪！ 鬼谷道长，宫里头需要你，你们俩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？娘娘，道长来了。贫道鬼谷，叩见太子妃。免礼。谢太子妃。道长，本宫的寝宫有什么不对劲吗？ 道长，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贫道不敢说，只怕触怒太子妃。道长，你尽管说，本宫是不会迁怒于你的。回太子妃，此时日正中天，寝宫看似宁静，却有阴寒之气伏于四角，只怕早有鬼物藏于其中。待一到太阴之时，就凶相毕露，视为女煞，对冲太子妃凤体，只怕是人途穷，鬼现踪啊！
道长果然英明，本宫的寝宫确实有个女鬼藏匿其中，不知道长可有什么道行对付？这道行倒不是没有，只是贫道现在的修为恐怕仍有不及，还需要不少法器啊。方才你们在街上也没这么多规矩，看你们收银子收得挺开心的。禀太子妃，我师父是为了修行必须得守着清规，但是在外头事事需要银两，所以钱财多经由我手，此次为了凡尘业障才需借助法器，这更有可能扰乱我师父的修为啊。啊，若太子妃心存疑虑，不如另请高明，贫道只想好好修行，不想因此乱了心境，望太子妃见谅。告辞，告辞。等等，这些够吗？不够的话我再让珠儿去取。啊，够够够，只是贫道云游四海，淡泊名利，金银钱财都为身外之物，这次为了替太子妃破煞，才需借助重金购买法器，请太子妃不要误会，贫道绝不是借此敛财。道长仙风道骨事成之后，本宫不但重重有赏，还会为道长造碑立文。多谢太子妃。敢问道长，不知何时可以开始做法？贫道这就回去准备，今晚就解开这阴魄女煞，还请娘娘静心等候，莫要伤了元气。那就有劳道长。是谁？为师拿着。师父，这次我们可真的发达了。这次干完了，你和我就啊，逍遥自在的过下半辈子了。师父，以免太子妃看破手脚，今晚咱就别去了，趁着机会咱们逃了。你傻了吗？没听太子妃说，事成之后重重有赏，大笔赏金不要了，那对得起自己吗？师父，你也没抓过鬼呀。那万一什么都抓不着呢？那可是皇宫啊，他们不是说有鬼吗？咱们就给他们弄出一个啊。你知道为师厉害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什么都能干。太子妃既然说有鬼，我们就给他办一个出来，咱俩去皇宫啰嗦两句就能生出这么多金银财宝。哼，那是一般人吗？一般人有这道行吗？哎，师父，你到底说什么呀？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。你还不明白？你今晚就扮鬼，我扮成鬼？这，先吓唬吓唬他们，到时候为师再出手，将你驱离，金子又落到这个口袋了。师父，祖师爷都得佩服你啊！小子，跟为师学着点吧。走。哎，师父，我帮你拿着钱。娘娘，怎么样？那个道长开始做法了吗？娘娘，道长已经开始做法了。他让珠儿过来，请娘娘过去，亲自看他捉鬼。那个道长也太胆大了。娘娘，我刚刚看那个道长做法有模有样的，道行啊肯定很高。我们啊就在一旁看着，反正啊有道长护着。好吧，走吧。
怎么样？那柳寒香的鬼魂现身了吗？我刚刚已经请了护法神明降临此地，接下来就逼女煞现身。等一下，太子妃，千万不可离开紫娟，否则贫道与女煞斗法，若有什么意外，可担待不起啊。只要不动就行了吧？这个圈，贫道已经请神明加持过，诛邪绝不敢靠近。接下来我就要用请鬼咒，把女煞逼出来。怨念深重，太子妃要收敛心神，免得被他所惑。大胆柳寒香，还不速速现身！速速离开太子妃寝宫，否则定让你魂飞魄散。哎，娘娘，我不能出这个圈啊！居然在太岁头上动土，骗人骗到皇宫里来了！你们这两个狗奴才，居然连本宫都敢骗！本宫要把你们拉出去，五马分尸！你们这两个狗奴才！鬼！韩香！真的是刘韩香！娘娘，现在怎么办？快去找国师！刚才过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？没有啊。你快点去通传，韩香刚刚出现了。啊！还不快去！这。
吗？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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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……哎呦，啊！隐人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有完没完？听得本太子头都疼了，你不要这么烦，行不行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这经书上说，要念108遍才见效的，啊！你还给我吧。不给。那我默念总行了吧？娘娘，啊，珠儿，连你要下本宫，找死吗你？珠儿不敢，珠儿有要事禀告。见娘娘您和太子正在交谈，所以算了算了，你快说吧，什么事？禀告娘娘，那个黑衣人已经被抓住了，现在曹提督正带着他去乾清宫，皇上说要亲自审问他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起来吧。谢殿下。启禀殿下。太子妃娘娘，杀害雪燕宣妃的黑衣人现在已被逮捕，目前正在乾清宫等待皇上发落。奴才奉皇上口谕，请殿下和娘娘前往乾清宫观审。儿臣必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已经安排好了。都起来吧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，这阵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不是儿臣来观审黑衣人的吗？这也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啊。胤禛，莫急。韩香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韩香，你没有死啊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急，朕现在就告诉你们。当初朕听闻太子妃从韩香房里搜出玉印，指证韩香是杀害雪燕的凶手，但朕比照了太子妃和韩香的说辞，仍对这事儿感到怀疑。后来当韩香说出自己的身世，表明绝不可能与杀害乙丹的凶手勾结，此举更让朕十分在意，于是朕下了道谕旨，让所有人不准到牢里探监，并决定夜审韩香。奴婢参见皇上。皇上，韩香真的是冤枉的，还请皇上多给我一点时间证明自己的身世，还韩香一个清白，请皇上明察。韩香的确是乙丹格格的女儿，那个玉印还有玉蝴蝶也是从小我娘留给我的。后来韩香进宫以后被佟四库发现了玉蝴蝶，佟四库就告诉了我的身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玉印就被雪燕给偷走了。她冒认了我的身份，可是佟四库害怕我被人追杀，所以就不让我讲出身世之谜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子妃娘娘，她就把这玉印藏在了我的房间，就此来冤枉我。皇上，以微臣之见，不如滴血认亲，如此方能真相大白。
韩香依然坚持说自己是以丹的女儿。在御医的谏言下，朕决定滴血认亲。想不到，韩香真是朕的血脉。真的是皇阿玛的女儿，这还能有假吗？那韩香岂不成我妹妹了？太子妃，你刻意栽赃韩香，她差点就因你而丢了性命，现在你可知罪？皇阿玛，那个御医确实是从韩香的房间里搜出来的，我是看到了证据，我才推断她吞魔不轨。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求皇阿玛明察，儿臣是无辜的。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曹提督带人犯，这。殿下，殿下。皇上，人犯已带到。罪名在见皇上。韩香，太好了，你没死。大胆，戴罪之身还敢放肆？太子妃，他们三人全部招供，说你绑架他们的家眷，好威胁他们为自己所用，让他们对韩香诬赖陷害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皇阿玛，儿臣。珠儿，皇上饶命啊！奴婢也是被太子妃娘娘给逼的。珠儿，你，太子妃，现在所有人指证你，你还不承认？皇阿玛，儿臣知罪，请您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。到现在才知道反悔，不觉得太迟了吗？太子殿下，您救救我吧！看在咱俩的情分上，您救救我吧！还敢求本太子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如此痴迷韩香，我为什么会陷害他呢？你还敢狡辩？够了，太子妃，你犯下如此恶行，还想推诿卸责，简直是有失体统。将来胤禛做一国之君，你如何母仪天下？更遑论成为嫔妃的表率。皇阿玛，儿臣知错，求皇阿玛饶命啊！朕可饶你一死，但今后你就搬入寿安宫，用你的余生好好的反省，终生不得离开寿安宫一步。那我岂不是要老死在寿安宫里？至于珠儿，你见太子妃铸下大祸，非但不善加规劝，反而兴风作浪，朕就罚你陪太子妃关入寿安宫，一样终生不得出宫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胤禛，你对朕的处置可有异议？儿臣不敢，一切都依皇阿玛处置。曹提督，
把太子妃跟珠儿都押下去吧。这花阿玛，大人，花阿玛，把人押下去。儿臣知错了，花阿玛，儿臣不要拘守安宫，花阿玛开恩呐，花阿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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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恩呐。至于你们三人，虽受太子妃的威胁，但同时也受到金钱的诱惑，虽罪不至死，但也要付出代价。朕就判你们三人各罚20大板，小惩大戒。谢皇上开恩。皇阿玛，儿臣有一事不明。何事不明？说吧。既然皇阿玛已经认清了韩香的身份，为什么还要判他绞刑呢？而韩香明明受了绞刑，为什么还好端端的活着？这都是韩香的主意，其目的就是要把幕后的真凶给揪出来。当时柳韩香认为此案经他追查了许久，却还是无法查出黑衣人的身份，但与此案相关的人等却都已经洗刷了嫌疑，即便韩香恢复了公主的身份，亦对查案也无太大帮助。朕听过韩香的主意之后，虽然觉得太过冒险，但在韩香的坚持之下，只好令行刑手在韩香绞刑时事先在她的面罩下放了一个铁颈环，好保护韩香免去勒喉之苦。只要韩香做做样子，所有的人都会误以为韩香真的死了。所以韩香伏法之后，宫中就有韩香鬼魂出没的传言，这也是朕所允许的。如此的大费周章，其目的就是要把真凶给引出来。当时朕还担心黑衣人不会上当，却万万没想到黑衣人竟会是塔尔。曹提督，带列亲王。这皇上。阿玛，你肯定不是黑衣人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是不是？再说黑衣人武功那么高强，根本不像您平时的拳脚，更何况阿玛身体一直都不好。阿玛，你快点说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阿玛一直都没病。伤害，我想说一切没那么坏，可他们都不理睬。他们说别任性像小孩，他们说忍受寂寞是应该，想说他们从不明白，我有我要的精彩，想挣脱他们的期待，我好像快不能呼吸，这梦一样你那就快
从